各位善亲大德，大家好，我是台北葫芦市哈，董事长郭江云哈。今年适逢台北葫芦市75周年哦，我们佛祖慈悲哈，慈悲为怀，特别哈要在国历10月9号哈，啊办一场水陆行安厨艺祝福的活动哦。佛祖化为佛祖的慈悲心，有邀请台北港的朝天宫以及云林的孔万公、台北保险大帝保安宫以及咱的甘道宫哦，啊咱上山祖义同五娘吼慈悲吼，咱佛殿灵界的罗刹太子吼，共同共同哦为这一趟水陆要来行安祝福，赶快让这疫情赶快散去哦，祝福给大家能够平安顺遂哦。还有在国历10月14号哦早上哦，我们9点半哦。有增三台的救护车哈，佛祖慈悲为怀哈，赞助台北市消防局哈，让大家能够比较平安顺遂哈啊。10月15号路上水上将巡过路上哦，能够邀请大家共同来参与这一场盛事哈。就10月15号哦，这一天哦，我们在葫芦市哈，共同为了路上来祈求来寻安顺。除以各位善亲大德，大家一起共襄盛举，哈，参与这一场盛事，谢谢大家，感恩。转出福安，再遇着中。